林教授今天要帮我们做一些什么？我做一个所谓的那个开，把你的任督两脉开一通。嗯哼。哦。来，你的右手妈妈，大拇指放这里，他的印堂上。嗯。这个你的墨子放在他的那个耻骨上面。我看看是不是在耻骨上。那他有尿布呢，放在尿布上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样我就把他的手指头拉开一点。不要压那么紧，轻轻按进去。啊、哦，现在把这个打开哈、哦。嗯哼。照理讲，应该拉会嘣一声。嗯哼。关节面会打开。哦。它还是比较困难。嗯。啊，等一等啊、哦，马上好了。这个疗法是算一种能量，能量把它，哦、它会用到精油、嗯、就是花卉的精油，还有树木的精油。嗯、那我下次带那个精油过来可以？不一样。哦。它是口吃的。哦。那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精油吗？你看我把它弄起来，啊，这边不到它的时候就很顺，嗯，你发现比平常你弄得好了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产生一股磁场，能量场。不会痛，不会痛吧？这个能量磁场疗法是吗？嗯、是作用在能量场。能量场疗法是作用在适合怎么样的？嗯，像尤其有长期卧病，它会产生忧郁症。嗯、哦、甚至于那个什么，很多儿童的自闭症，过动儿，还有一种叫做那个强迫症。强迫症知道吗？做一件事，洗手可以一次洗两个钟头，一次洗一次洗，强迫症。像有很多洁癖也是。洁癖也是一种强迫症。嗯，像我妈妈一个朋友女儿，她在日本，她洗澡要洗三个钟头，洗头啊，洗两次不能，洗六七次这样子洗。那都是用在右手吧？左手要做，左右手都要做。对，左手。
这里有烧。听啊，啊，听听，热脸烫啊，啊啊啊啊！哎呀，嗯，好好。这样照不到。你都不到对。嗯，那照不到，因为说怎么样虐待他。其实现在就是一根手指头，一根手指头的拉开，拉开，对。哎，还右手比较，没有那个，哎，脚哈，我的手还是要放在，对对对，手不能离开。照理讲，他用自己的手，但是手自己放在那，所以我需要第三个人帮忙。那我手现在可以离开吗？可以可以，暂时可以离开一下。哦，因为这样就照不到你那边了。